是你的自然生病。该怎么弄怎么弄，哎。八哥，八哥不会康病，八哥。这是。混点灯啊。我不想弄行。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大连庄河市杨树房村，那个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丈夫从床上背到轮椅上的这位老婆婆叫赵淑萍，今年都64了，她的丈夫叫刘宝善，今年66，刘宝善体重170斤左右，赵淑萍呢不到100斤，但是她几乎天天这么背起自己的丈夫，用她瘦小的身躯撑起丈夫的身体，两位老人都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就该安享晚年。你看赵淑萍天天这么超负荷的照顾刘宝善的起居饮食，怎么回事呢？这对已过花甲之年的患难夫妻，一有空闲就会拿出当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刘宝善在机械厂上班，有头脑，收入高。他们一家在村里算是中上等，两人偶尔去看看电影，过着温馨幸福的小日子。一半夜感冒哈，个儿不高不矮不胖，我瞅挺喜在人的，我挺你说挺喜在人的，挺喜欢他。过着晚上下班合合的，有时候晚上呢，两个老婆去看一次两次电影，一个月能演两次电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摧毁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刘宝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1980年10月21号，他在沈阳出差，下午1:30到达目的地卸货时，悲剧发生了。这个司机真混淆，我忘挂的时候，真混淆，他没踩上刹车不要紧，倒踩到油门上去，那车不但没停下，好一家伙顶到车顶上，顶到肩膀上，气炸。当时就仰歪，受伤的刘宝善顿时全身失去知觉，他马上被送往附近的医院。经过数十天的治疗，刘宝善保住了性命，却成了高位截瘫的人，全身只有脖子以上能正常活动。就是高位截瘫，从颈椎二三颈椎以下功能都没有了。他们的儿子才8岁，女儿9岁，刚上小学。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一点社会补偿金维持，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赵淑萍的身上。那一年赵淑萍才31岁，看着她这么年轻遭这种罪，村里的人纷纷劝她改嫁，都被她一口回绝了。赵淑萍说，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要好好照顾刘宝善。你说我能走吗？我去，你他妈的学习再花，就都有两哈，就没有哈，我也不能那么干。虽然下身瘫痪，只有脖子以上能活动，但是刘宝善依然有痛觉，尤其到了风湿性关节炎和肌肉萎缩发作时，需要赵淑萍一天不停地给他按摩，半夜给他翻身，很多的时候一天只能断断续续的睡上几个小时。他就我就晚上就别想睡觉，到2点到3点，3点你气都叫了，因为阳小劲儿气都叫，我还没睡。吃饭、喂药、按摩皆是煎熬，一家四口的生计问题都压在赵淑萍瘦弱的肩膀上。刘宝善身边不能离人，要是时间超过2小时，没准就尿到床上了。赵淑萍干什么都一路小跑。我扛6捆，一下扛6捆，扛5趟，5、6、3、1捆，我还是退回来，都3步还是顶2步走，根本都没有2点，这从一个小时零5分，哎，根本都没有2点，我你看你表，也就是40分钟。他时刻都离不开人，赵淑萍只好走到哪儿将他带到哪儿。家里还有6分自留地，需要赵淑萍照料。赵淑萍活还没干完就要回家照顾他，本来一会儿功夫能做完的事情也要花上几天。刘宝善偶尔还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说抽烟。那你的手都不能动了还抽什么烟？老婆管那的，那不有老婆吗？老婆就是我的手，哎，老婆就是我的腿，那你那
我要抽烟了，老婆给我点了，抽一口老婆给我拿下了。不给你，干脆不给你，你怎么？那不行，我发火，我急，那我急眼，那不行。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过去了，赵淑平和刘宝善的子女们渐渐的都长大了，子女们都挺懂事儿，经常帮着一块干活，这就减轻了赵淑平的压力。为了帮母亲撑起这个家，儿子早早的就离开校门，外出打工挣钱了。几年后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重新挺起了这个家的脊梁，这一家人的生活好像又燃起了希望。小孙女三四岁大的时候，一家人又重新找回了昔日的温馨。两位老人回忆起这段时光，称它是几十年来最幸福的日子。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灾难再次降临。2008年，当司机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突然离世，儿子离开时才36岁，这个致命的打击从根本上摧毁了家庭的全部希望。我都想，你谁像我那么样？你看我天儿死是一百了，是不是？他家没有心思想过了，他家孩子死，我过他干什么？刚刚燃起的希望破灭了，刘宝善找不到活着的信念，无数次探着唯一能动的脑袋往床旁边的水泥柱子上撞，摔到地上又被赵淑平救起。想起儿子在世时的日子，两人更是伤心欲绝。我也不是胆子确实这么细致，这边反正不想到老时候心都得要娃娃，其实这边供不到不那么细致。不久媳妇带着他们最疼爱的小孙女改嫁，女儿嫁人，家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生活的担子又落到了赵淑平的身上。现在那个岁数这也大了，三分一女，我想三分一七分七分鬼。庄河徐岭镇政府了解了他们的遭遇，常常过来探望和慰问，逢年过节还送来油、大米、面条等粮食。今年还将赵淑平评为最值得尊敬的庄河人。要不是政府没有，就政府我们俩活不上现在。庄河市市委书记焦正佳也被赵淑平33年如一日的坚持感动，对他给予了大力的赞扬。他始终抱着希望，他也始终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而且始终觉得他和丈夫在他跟前，尽管天天需要他照顾伺候，他可以支撑住这一个家庭。正是有大家的帮助和关心，两人才有了生的信念。33年过去了，面对未来的道路，刘宝善坦言，生死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大事了。你有没有怕，就说赵阿姨不要你了？透着特别二死以后，根本就不想活。老婆已经说你别死了，你死了我怎么办？留我俩做伙伴儿吧。一和人大学习在，往后代替不了他。我想只要他学习在，和我俩做伙伴儿哈，就觉得相信家人。一日夫妻百日恩，有人说赵淑平真了不起，重情重义。但赵淑平自己说，这没啥，嫁给刘宝善就是一辈子，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赵淑平没读过多少书，他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比谁都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他用他的一生守候着这份承诺，无怨无悔。同样坚守着自己信念的还有一位在西安的媳妇，这位媳妇的经历实在少见。在西安市有一家小裁缝店，店里有一位普通的女裁缝，名叫丁水斌。丁水斌今年只有40多岁，可她自打结婚以来就没过上几天轻松愉快的日子。自己痛苦的时候听人家说一说，哭一哭。丁水斌本是四川人，从小父母就先后去世了，他随亲戚来到西安，靠着吃苦耐劳学了裁缝手艺为生。因为负担重，直到30岁才开始考虑结婚的事儿。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男人，名叫王建红。男人家庭条件很不怎么样，最主要的是这个男人的父亲因为车祸瘫痪在床多年了。说男的话，我这时候我的智力能力比你还强着。
那当时我说我挣的钱也不比你少，不能说就是我的负担太重了，就考虑这一点。丁水兵对于王建红感觉还好，但王建红因为有稳定的工作，对于丁水兵倒有点挑剔。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父母早在暗中留意到这个外地小裁缝，对他的印象很好。我虽然我原来不了解，但是通过就是对我老头的一次就把我就加上我去，也是挺感动。两个人简单的办了婚事，她发现和丈夫一家人相处的挺和睦，有家的感觉让她感到温暖。进门还把饭都做好呀，端到跟前呀，我就感觉特别感动。我就说呀，总算有个家的温暖了哈。我过去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每天我说是啊，一进门冰锅弄灶里面还得自己动手呀。2002年结婚不到一年，丁水兵的丈夫王建红突然身体不适，以为是感冒，可没想到越来越重，到医院一查，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像这种病重哈，属于10/10里头那一种，也就说是全身就起了一些那个水泡，就说是这个病属于就说是挺严重的，就你是越治越严重，如果不注意的话，就说是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感染嘛，就说是会就说是对生命来说就有点危险。不知什么原因，王建红皮肤严重过敏，并且已经危及到了生命。每天他这个身上就跟那烫伤一样，真是越就大夫说的话越治越严重，上面最后都起了一些小包包，等于就是全身起来就是脱了一层皮，连指甲都掉。从这儿以后，丁水兵的大量时间就在医院里度过了，即便是出了医院，在家里也要不停地护理丈夫。就在眼科住了4个多月，最后看就眼睛是彻底完了。这一场大病带来的后果就是王建红眼睛失明了。当听说丈夫已经彻底失明的时候，丁水兵终于承受不住了。丁水兵还没有缓过神来，紧接着她的婆婆在焦虑和劳累中又突然病倒了。婆婆病倒要经常住院，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照顾公公的责任完全落在了丁水兵的身上。当时我跟她第一次到大院的时候呀，她都呀感动的在那哭开了呀。我说爸，你我说是你哭啥呢嘛，我给你掏大便咋难受。我可以说是世界上很痛苦的人，学生疾病太多了，但是我们又感到很幸福，他把我们家里头疼起来了。同时照顾着一家三口人，丁水兵的辛苦和重压连旁人看着都觉得不忍。都说哎呀，现在趁现在没孩子啊，你还不如早点找自己的幸福去啊，这家里头咋得了了。2004年，在这种混乱和矛盾之中，又一个意外出现了。丁水兵发现自己怀了孩子，这本来是一个喜讯，现在倒成了一个更大的难题，要还是不要呢？有要的能力吗？那这老公说我这又没有钱，你要送娃下来还受罪呢。那个叫啥，算了，不要的，就是没说不要呢。但是老两口家不同意，人家说是不行不行。丈夫放弃，婆婆坚持，丁水兵左思右想，还是鼓足勇气下定了决心，生下这个孩子吧。我说妈，不要怕，我不管咋样，我还有个手艺技术呢。2005年，丁水兵在一片凄苦中，在一家小医院里含泪迎来了孩子的降生。老婆婆就是有了这娃以后也是拧着娃撑着吧，反正就是有了娃以后，反正一下子那个心情呀，反正我就感觉还是比过去那个没有娃的时候那个心情啊还是好多的。柳暗花明，丁水兵一家的情况也得到了关注和相关部门及社会的帮助。这市上省上呀，街办呀，还有社区啊，反正最后有个申请低保嘛，反正就慢慢的就说是缓解过来，反正得到了一些援助，就说是最起码就是把我这个难关给渡过来。丈夫和婆婆的身体在恢复，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丁水斌一家人终于从最黑暗中盼来了光明。2013年，丁水斌因为他对亲人之爱和付出，被评选为第四届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这个孝悌之道不仅是一种天性使然的感激和亲爱，也是在亲人面临苦难的时候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付出。丁水斌、赵淑平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他们面对逆境时候的那种不屈不挠，为我们诠释了孝悌的真正含义。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忠贞，更是责任，是一种对伴侣从一而终，对家庭不离不弃，对命运永不妥协的执着。我们相信在他们的内心里，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更踏实、更平静的感觉。我是卢一鸣，明天见。飞来横祸，七旬老人被女孩骑车撞倒，右下颌伤口十数针缝合，左侧肋骨五根断裂。承受伤痛折磨的他，为何对肇事者放弃索赔，不予追责？又为何帮肇事者发布消息，寻找工作？敬请收看《道德观察》，老人被撞之后。